这首歌呢比较神秘一点哦，感觉哪里啊，比较慵懒神秘，有点像在某一个国家的感觉哦。那比较想要做这首是比较因为我想选用 17KV 还有 Roland SPDX 来做一些音效，然后这一个大家不要忽略了，各位的 SPDSX 真的很厉害，超级厉害，比方说它的音源哦。但是在这首歌我所设定的音效是比较偏可以听听看我的 Crash 用比较亮一点的，可能很像偏那个音效拔的那个 Juju 的那个音效拔哦， Sabian 的音效拔，然后这是 Ride， 但是 我把它就是当这应该是18寸的Ride 哦，啊这是22寸的哦，也是给它 Ride Crash 哦。那我 SPDSX 选用的是这个音色哦，来吧试试看吧。下一个回合如果我在录第二这个 tap 的话可能又不一样。那音乐比较好玩的地方就是在于这个地方，就是尤其是在爵士鼓的部分层面即兴很多，但是你要在它的
范围里面，比方说他是跑比较流行音乐，那你就要在他的范围里面去做即兴。你今天如果假设是在一个雷鬼的范围里面，你去做一个怪怪的即兴也怪怪的，你在 jazz 里面做太奇怪的拉丁的即兴，哎，也怪怪的，是在每一个曲风的范围里面下去玩。音色是我们一直非常强调的东西，那在 Rolling 17KV 里面它可以满足你很多的音色，够了。但是你如果要在更前一级的话，其实还有很多的选择，大家可以听听看。就是如果今天是就是主唱跟鼓手，大家可以听听看。 I'm not your guy, come on, you didn't think I would find out. Pick a side or fade out. Beneath the floorboards, way very deep down, where you always come back around. Don't you love?There's more than meets the eye, you see. You're not what you appear to be. They don't know you like I do. No one knows but me. 好，如果今天是 bass 跟鼓手，大家可以听听看。好，如果有兴趣对于这首歌的话，可以私讯我，可以传给你们没有那个鼓声的音乐啊，或是什么的哈。如果有兴趣，欢迎关注我们的乐温音乐的粉专，或是我个人的粉丝专页哈，或是有时候我会 po 一点的 IG 啊哈 ，IG 也是我们的公版，就这三个平台，大家可以去跟我说去音乐档啊，有喜欢的话，当然很多大概2000多首这种没有版权的。也没有鼓声的音乐、然后在疫情期间呢，全世界蛮多音乐创作者一直在非常努力的创作，比较空闲的时间还是可以多一点的创作，乐团创作或是自己个人的创作，这些都对音乐上的一些创意都非常有帮助。好，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我们乐温音乐的粉专，还有我的个人粉丝专页，然后还有我们的 IG 我是小千老师，感谢各位的收看。